这是当年查理案的完整报告。这段时间，辛苦你了。那天帮维利尔逃跑的人，是伊甸吗？看手法，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伊甸，一定还有陌生人插手。那些更了解这块 Q Speed 晶体的人。 走吧，老头，到了这一步，别耍把戏了。你到底想谈什么？我？你搞错了，我对一个不懂车的老头可没啥兴趣。是 boss 觉得你需要帮助，如果你付得起代价的话。